念《四量论祈愿文》。南无阿弥陀佛。绿界昆尼日若扬达拉热多达维日别密切密诸诸别日作加达定萨巴天界日怪诸诸命达定尼这别多巴的若耶昆达这别摩索扬达西达达那揭巴南别扎皮马勒牛多顺德拉摩米摩多扎耶耶多索天杰地涅塔达地天杰索巴巴扬达达扬达明白地拉多巴拉拉杰多别涅瓦达达达多杰扬拉尼达地巴如摩扬达达那玛勒巴吉耶涅杰现达杰杰雄古月俱杰达涅杰杰涅罗多玛勒塞维卓耶斯杰扬达达耶达那涅谢罗达达摩多耶瓦雄恰布拉顿达德巴摩多杰杰巴南巴达塔别达布顿日不松杰朗杰恰达达吉灭吉别国涅涅巴达铁达涅灭朗杰亚拉多多杰次德杰波达布杰杰古摩德玛亚亚贡巴列多别扎瓦塔达雄雄地带家湾昆仙真白手机金烟别玩地安绿界马勒班真白手机金边就中我他们这可做了是给直接供养满大毛就行可做了是啊不用念长直接念就好了是我电视要了收收的哦，这就自古起来嘛，那都是在继续啊。之后在长寿法会的时候，你再好好的念，可以念长一点，念庄严律如没事。今天就直接嘛。
听法的时候，以上师来讲的话，必须要清净的意乐，不应该是为了世间八法或者是名闻利养，不应该有这些的意念来去讲法，而是以清净意乐。同样的，弟子们所听闻的法，为了能够相应正法。如果随着世间八法而转的话呢，那所听的法就无法相应于正法了。因此，所以我们平常会去念诸佛正法种种尊等这个偈颂文，所以我们会念诵三次。所以我们在念诵诸佛正法种种尊的时候，为了能够使所听的法相应于正法，现在。这里面的正法指的是，佛法大乘法。那为了使所听的法能够相应于正法的缘故，所以需要皈依。那皈依呢，并非说是法很重要而已，或者是认为法是在佛龛上面的这个经典，而认为法是很重要的。那僧宝认为是在场的这个。僧侣僧众，不光是这一点是佛法僧的，如同宝训论里面所说的佛法僧三宝的这个个别的性质还有特征，很明确的说到。那同样的庄严论里面呢，也很明确的说到，所以宝训论和庄严论里面都有说到三宝的功德特征等。所谓的法呢，最主要的是，应该这么说吧，调伏内心，而建立的一个法宝。所以一开始说到了皈依，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听闻的法，是为了佛法的缘故，所以我们，
必须要有皈依的动机、摄持的情况下，才有办法来去学习正法，或者是所学习的法才有办法相应正法。佛宝之所以珍贵，最主要是因为由法宝所产生的。法宝是由自己的内心调伏所获证的功德，才让自己转为了有学僧宝或无学的僧宝，就所谓的佛宝。所以佛陀他自己获得了正觉果位之后，也是跟众生们开示佛法，为了让众生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利益。所以光是靠皈依佛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获得法宝的，最主要是皈依佛之后要随着佛言而去如实的遵守，如同佛自己说到了，佛说追魔能喜提，佛手无能取众苦，佛证无能转他人，为是法地得解脱。所以我们所谓的法宝呢，之所以称为叫正皈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如果升起了名副其实的具象的法宝的话，那当然不用说，哪怕只是升起一个相似法宝的一个内容，在内心上真的建立起这样一个正量的话呢，也会让内心获得极为宁静安详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知法宝为何啊。那在法宝里面的灭谛，灭谛最主要讲到了就是解脱，因此就所谓的法宝涅槃，这个就是真正的法宝。如果这一点功德，这一个功德如果能够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升起的话，我们就有办法从烦恼的束缚当中获得解脱。那这时由烦恼所产生的业，烦恼所产生的痛苦都能够彻底的断除。所以我们要皈依的最主要是法宝啊。所以现有我们内心心绪上的被烦恼所控制的这一颗心，透过了烦恼的对峙力的反复的思维，长久的思维，哪怕是上半辈子我们是随着烦恼所转，但是我们下半辈子就绝对能够对抗烦恼，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种法是不可思议，非常的珍贵，而来去皈依法。那这一种的法的导师世尊，如同经典《别解脱经》里面所说的，日光开启我等向日葵，佛语照亮我等诸世间，大悲居火导师释迦尊，欲求脱者应皆应礼敬彼。真的老师摩尼佛的智慧如同日光般的开启我等向日葵。我们不是因为佛教徒而来去产生对佛法的执着，不是的。在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主流的宗教，大约有包括了外道的婆罗门教的话可能还不止，那以主流宗教来讲大概15左右，但是在众多的这个宗教里面，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为什么是与众不同的呢？因为导师释迦牟尼佛亲自对他的追随者说，不要马上相信我的话，要观察我所说的话，要检视我所说的话，如果你们觉得有道理，你们再相信再接收。所以他是经得起考验的，耐得起被检视的，被放大检视的。而且不止跟理由是不只有理由有真相为后盾以外，而且去循着真相来去修持的话，会让内心安宁啊。所以导师释迦牟尼佛有非常有底气的，有自信的跟我们说，观察我所说的话，这是其他主流的宗教都没有过的，或者是其他主流的宗教的导师都不会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对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法反复的观察，反复的检视的话，你会发现到说，越观察真相越浮现，越真的越能够相信导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所以导师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法不只是有次序，而且次第前后次第安排的非常好以外，而且是非常的具有非常严谨的逻辑辩证，以这种的学习的方式来去检视佛陀教法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
老释迦牟尼佛确实真的如同众生不同的根器，依据的众生不同的根器而所说的不同的教法，因此而产生这些不同的法语、不同的法义，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如同日光开启，我等向日葵的这句话般，真的随着我们每个不同的根器而来照亮了我们的智慧。所以如实的去升起法宝的僧宝，所以佛宝、法宝、僧宝这三者是我们皈依的对象。那透过理由的认知而来去产生皈依。那皈依的方式呢，就是如同他们现有的这个 善贤的功德，愿我也能够获得，以这种强烈的信心。我们不只是要净信心我们还有希求心希求信等。所以我们要净信心，要圣洁心，要欢乐心，以这种的方式来去追求，来去皈依佛法僧三者。那直至菩提我皈依，在此讲的是大乘法，所以为了所听闻的法能够相应大乘法的缘故，所以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意乐，让自己所听闻的法相应大乘法。那最后为利有情，愿直至菩提我皈依，为所行等资粮，为利有情，愿成佛。那我现在听闻佛法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够获得清净的就是法性清净的这个法身果位的缘故，要来去做皈依。所以这样的皈依的话，就会成为大乘皈依，让自己所听闻的法能够相应于正法的缘故。所以必须要有皈依来去摄持。那在正法里面，为了能够成为一切片制相应之法，或者是成为梵文语系所建立的这个教义必须有菩提心摄持。所以而说到了我以所行等资粮，为利有情愿成佛。为利有情愿成佛，通常我们平常会讲我以所行等福报，为利有情愿成佛，大家就是几位孙那么几。那这样的话，这一句话呢变成太狭窄了，因为讲孙那么福报的话，会把它解读为福报资粮而已。但是如果我们讲说我以所行等资粮的话，这个等字也包括了智慧资粮的话，就刚刚好了。所以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的，这时候出现一个我字。那我以所行所行等资粮，那这个又会产生一个我字。当我们念到这个我字的时候呢，我们在前几天我跟科学家也讨论到有关自我的概念为何。那每一个人就无法辨别自我，只是无法辨别自我为何而已。但是这个自我的感受是一直都会有的，像是畜生道的这些生命体，他们也是有自我的概念的，自我的一个觉知的。所以自我到究竟的话自我的论述到究竟的话就是在名言上认为没有自相的这一派，真的才能够提出最究竟的自我论述。不只是自我的论述以外由自我论述所象征的，像是情气的世间，还有一些诸事物的存在的论述，如何在名言施设的当中却能够产生作用的这个论述，是在名言上认为没有自相的这一派的论师所建立的论述，才有最完整的阐述。那我们学习般若经还有中观，如果尤其是中观的论点，如果我们有概念的话，那当我们在念到我的时候，如果你平常有串习的缘故，所以你会马上的突然间想到说这并非我所见到的我，我虽然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存在方式并非我所见到的我。所以在此念诵这个我字的时候，以这种的意念来去回忆我的真实性为何。那这样的话，在念
这个诸佛正法中的直至菩提我皈依的记诵文的时候呢，就能够包含大乘的广大和深奥的所有的资粮，以这种的方式来去听闻的话，才有办法将听闻的法相应大乘法。我们一起念：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等资粮，为利有情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等资粮，为利有情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等资粮，为利有情愿成佛。茶够不够热？你要不要贡茶？有些要么日短夜莫变的金根不也落去吗？今天在此从边界或者是边地来到这边的信徒有很多，那尤其是从不同的地方真的你们是求学心切的来到此地，那我对你们说声问候，因为你们也非常殷重的求学心来到这边。那以语言上来讲的话，无法直接的听到但是有许多的议员在此以不同国家的语言来为你们翻译，哪怕没有办法完全听懂，但是至少你们可以听得懂基本的内容，所以你们以这种殷重的求学心来到这边。今天在这里我要讲的是量学，量学导师牟尼佛在经典的时候，在说经典的时候在巴利语系的这个所建立的经典来讲的话，虽然有少数的引用，而且在般若经的时候也会引用的理由，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像如练结摩经信受非为境，如练结摩经就是说到了透过理由来去反复的检测检视，反复的观察，像佛陀所说的法本身有可以分两种类别，一个是如言可取的，一个是并非如言可取的，所以哪一部的经典算是如言可取的经典，哪一种种类的经典并非是如言可取的经典，这种完全是透过理由来去做观察的。所以理由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学的学习精神里面，理由占有非常极为重要的角色。像是解释密经来讲的话呢，解释密经的主要的内容，我们这样去学习的时候可以发现，在次转法轮的时候说到了从色法一直到一切片支诸法皆无有自性，但是如果按照词句来去承许的话，将会堕落于断边，因此所以色法到一切片支的这个诸法无有自性的这句话应该被解读为三法性而所说的三无性，这是在解释密经里面做出了这样的解读。所以解释密经里面提出了般若经的另一种解读，就是词义以外的另一种解读，因为般若经的词义不能如言可取，因为如言可取的话呢会被
真理所危害，所以在解释密经里面而说到了另一种的解读，哪怕是同一个讲者，但是又说到了如言可取的经和不如言可取的经，所以这个如言可取或不可取，如果只是依赖着经文本身的话，那这个经文又要在另外的另外一本经文，那这样的话是没有止境的时候。所以我们如何知道说哪一部经典是如言可取的，不是靠经文，靠的是理由来去辨别的。所以如果经文还要依赖经文，经文还要依赖经文的话，那这样的话没有止境的。所以佛陀会针对众生不同的根器而来去说到了东，而去说到了西，而去说到南，而去说到北。我们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认为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们可能会认为是不是佛陀自己太矛盾了而去产生出这种不同的说法。不是的，或者是有时候他心情好的时候会说他想要说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欺骗我们，也不是这么回事，而是随着众生的根器而来去说出适合他们根器的法。因为众生说法是为了众生嘛，所以只要对众生有利的话，那佛陀就会说出与他根器相应的法，这是一定的。那因为众生的根器可以分上根、中根、下根，因此法自然就会随着众生的根器而去区分这些的类别了，这些的种类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达赞牟尼佛说法非常的善巧的原因，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相关专论里面才有办法知道说，诸佛由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为什么这么说众相法的原因就是如此，因为随着众生的根器上根、中根、下根的不同，所以佛陀说到了不同的教法。因此在这世界上，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文化背景的不同，随着环境的不同，无论是习俗的不同，所以在每一个不同的国度都有他的一个导师来到这世间，说出了不同的宗教。那这一种的宗教信仰在当时或者根据当地的人民确实是需要的，而且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且一切的主流的宗教都说到了慈爱的重要性、慈爱的价值，所以又说到了自律、满足等的这些慈爱的内容。所以这些主流的宗教呢，都是为了人类的善良的本性而引导我们的。那善良的本性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主流的宗教都说到了贪嗔的不应该我们不应该嗔，因为嗔心会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幸福，毁灭我们的幸福。所以从此我们可以知道说，主流的宗教对人类确实有极大的贡献。所以这些具有宗义的不同的思义的不同思想的这些教义因为都在提倡慈爱的缘故，所以是对人类有的极大的贡献的。像是认为有造物主的这一派的宗教来讲的话，虽然以适量论里面来所有说到了破除造世主的这些理由，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讲的话，他会认为说我们是造物主直接创造出来的，那我们被谁给创造的呢？造物主的本性又是什么呢？都是慈爱的象征，慈爱的主宰。所以我们被慈爱的本能或慈爱的主宰给创造的话，我们会内心里面存在希望啊。在这世界上主流的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会说到了我们的造物主是贪嗔的本能或者贪嗔的主宰，没有人会这么说的，而说到了都是慈爱的主宰。我们每一个人会生气，但是不会觉得说这个生气是应该的啊。哪怕是动物来讲的话，对于猫狗而言，我们对它慈悲怜悯的话，他们会懂得珍惜我们的。所以这些主流宗教所要推动的这个目标是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去尊重的。所以佛教尤其是佛陀跟我们说要反复的观察而来去学佛的。所以在学佛的过程当中，理由是非常重要的。
哪一者的教义跟理由相顺的话，我们就承许；哪一者的理由跟理由不相顺的，是违背的话，我们就应该舍弃。所以哪一者的教义，透过理由反复的思维观察，我们觉得有道理的话，就应该去承认。所以，我们看龙树菩萨的中观理据六论的话，大部分都是透过理由来去定论的，只会少数的、极少数的，来去引经据论以外，几乎都是透过理由的方式而来去立论的。那我们在五部道论里面，只有戒论里面最主要是以经为主，大部分其他的四部道论的这个论述的建立都是透过理由的。所以龙树菩萨的心子阿里亚德瓦提波菩萨的四白论里面也只用理由，几乎很少引经据论呢。那之后陈那菩萨建立了量学的系统。那之后他的弟子法称去写下了量学的七论。所以这两位大师都是那兰陀寺里面不只是佼佼的学者以外，是创立量学的这个鼻祖哦。那这鼻祖就这两位了，陈那还有法称。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在那兰陀寺的这个传承者里面，像中国来讲的话，中国确实具有那兰陀寺的传承。Vietnam 也是，因为我们大家同样的都是念诵心经嘛。念诵心经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范文旭所建立教义的这个持有者，所以也有那兰陀寺的这个传承。像 Burma、Thailand、Cambodia、Laos 还有斯里兰卡等所持有的教法，最主要是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了。那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里面有经律论。那至于论藏的部分呢，并没有像范文旭所建立的这个论藏这么的广大，但是就以律藏来讲的话是一样的，只是有少许的这个借条的不同而已。范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的持有的这些所在处，这些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念诵心经的，所持有的教义算是范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但是在像中国来讲的话，像是汉文文字里面呢，像量学来讲的话，好像只有英明门论，英明正理门论而已。那这是以前就有翻的，那除此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量学的论点。我有些认识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讲的。那可是在藏文里面，陈那和法称的著作早就已经翻成了藏文，而且不止翻成藏文以外，我们有许多的西藏的祖师们他们写了许多陈那还有法称著作的这个注释，像是沙迦班智达写到了理藏论，查瓦却耶僧耶呢也是量学的非常出名的学者。通常我们有说到了中观和英明的两大狮子，因为中观的这个理由最主要是透过量学的英明、量学的逻辑来去推证的，所以说到了中观和量学的两大狮子。这两门的学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观在止修之前必须要有观修，观修的时候是要透过逻辑、透过英明的方式反复的去检查。那像是范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的持有
的所在处，这些不同的国家里面，我们去好好的去仔细的对比的话，真的只有西藏的语言完整的将那兰陀寺所传承下来的这个教义圆满无误的无缺的保留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语言。像我思量论的本文间人生便道的座前而获得之后，有令仁波切这么跟我说，从中呢让仁波切有一个思量论的科判，虽然从这个科判我没有获得教授传承，但是从天仙夺切枪曾经有跟我这么说过，如果有机会你为人传授这个教授的话，那希望你能搭配这个科判来去传授。所以永兴令仁波切就是这样交代之后获得了这个口授传承。所以我有说请你们把它印出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搭配这个科判来去为你们传授的话是不错的。思量论的这个教授传承，昆德拉玛永金丹巴，永金丹巴，从永金丹巴那里获得这个传承。那他的传承是来自于，虽然并不是记得很清楚，但应该是抢在的格些道过吧，也是一位丢康村所来的。那我在考格些拉伦巴的时候，在第二号的时候，他有选出两位最杰出的给些拉人吧来问我们，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这个辩论的时候并没有采取非常激烈的方式来去反驳。我们说到耶布罗萨，因为大家都说非常有名，他在辩论非常的有名，而且他们辩论的时候非常的尖锐。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呢，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辩论了。那时候他们变得非常的精锐非常的尖锐，提出问题，但是我忘记是谁来回答的。还有 Gigan Kimbo， 大西伦博的 Gigan Kimbo 有吧，你们还记得吗？那时候他还在啊。Rizin Tembe 应该是从 Gigan Kimbo， 但是我不敢确定，他们其中之一者。那他们两个的传承又是来自于，说不定是 Rizin Tembe 如且直接从大观宝，或者由此从吉冈所获得的传承，但是我现在不敢确定呢这个细节。这是有关思量论的本文呢。那吉量论呢？吉量论的这个礼赞文，每一天在念诵皈依的时候，我都会念。吉量论的这个敬礼成量玉立身大师善事救护者，这句话非常的强而有力，如同宗喀巴大师所说的吉量论的这个礼赞文是非常重要的。萨迦的堪布功高望处，一开始的时候在康地学习，那之后坐牢，后来来到印度。我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仁波切他的传承来自于哪里，于是我们就谈起到这方面的事情。那仁波切那时候说入行论的这个智识的这个传承以及集学论的传承我都有，于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必须要从仁波切那里获得传承。所以我获得了入中论自世的传承，还有学籍论的这个传承。所以
伽当六论，所以伽当六论的这个积学论的传承呢，恢复了庄严经，五部大论，从仁增德巴昆堆那里获得，相关庄严论从令人先那里获得。庄严经还有宝心论、还有其他此事五论从 Rizindamba、那里获得，菩提、菩萨地从伽丁七龙舍这里获得，还有集法句，所以集法句和本身论、庄严经及菩萨地，还有集学论和路行论在这个伽当六论的传承都能够恢复，要不然的话，大部分只有分伽当道次派和伽当口诀派，就是以这两派为主，好像伽当大论派都完全消失的感觉，所以我一直想要恢复伽当大论派的传承。所以天龙这公高王主，说到了。极量论的这个口授传承我曾获得，于是我就想说必须要从他那里获得，所以极量论的这个口授传承从天波仁波切那里获得，那仁波切为我传授次量论的这个注释，就是他自己所写的这个注释，以及定量论的这个注释，那这些我都获得，还有正理地论的这个传承我都获得，从天仁波切公高王处那里获得，而且仁波切也写了这三部的这个注释，那这三部注释的传承我也都获得了。量庄严论等，或者是参马伊吉明塞，光明除暗量论等，那这些虽然非常的殊胜啊。我也获得了这个方面的口传，但是他的解释非常的广泛，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而且我还获得了理藏论从天龙界沙迦那里所获得的，所以我这次先从大师论部开始来去传授这个量学。大师论部呢是第一世尊者森成大师所创立的，那是由宗喀巴大师特别的交代，你必须要持有这个量学的传承，所以在因为有森成大师创立的情况下，所以大师论部有非常强烈的习俗，就是让他们让大师论部的僧众们。非常殷重的来去学习，而且非常认真的来去学习，这个四量论的这个四品，所以你们现在也在这边出书，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有书嘛，列印的书。那明天开始我会讲广论，今年必须要把广论讲完，必须得讲完。但是首先我想先开个缘起来去讲量学，那之后如果有空余时间的话，我就会将这个开端继续的将它教授下去。我量学就是量论的这个学习并不像其他的这个大论点学习班这么的严谨，我是快要考格西的时候我读这个量学的，那四量论的这个本文我并没有完全的把它念诵出来，只是有零零碎碎的念了一些我有两位老师他们说背诵这个四量论的本文，那因为背诵到最后非常的累嘛，所以最后几句话没有背以外其他都背完了就这么说，有这么跟我说。蒙古洛桑你们还记得吧？
他虽然大论点不是很熟，但是他的头脑非常好的，非常头脑非常好的，那是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两个就聊到了，那他说适量论的本颂文从头到尾逐字的解释的人几乎没有，他曾经有这么说过。我要不要跟你们讲个故事呢？给你吗？跟我说，希望我能够传授这个适量论的这个教授传承。那给你吗？那给你吗？我们两个互相的合作之后，我就传授给你妈这个教授传承。但是这个教授传承是从未见过的教授传承，非常的与众不同的。因为我负责念，由给你妈负责来跟我解释，是两者合作的情况下来去圆满这个教授传承，变成上师只用念的方式，但是弟子给予上师教授以这种的方式来去圆满教授传承，你不觉得很特别吗？还有从给你妈那里获得扎西提仙正理海，尤其是谈到了月称菩萨和千遍论师之间的争论，那时候突然间产生非常极为强烈的欢悦欢喜心，大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这些的大师真的对我的恩惠是无能测量的，所以如果你的内心里面产生感受再来去学习大论点的话，我相信你们会有不同的觉受的。以前从西藏已经考完给些的几位大师也到这边，那下界的那个老师阿松以后之后到了达拉玛萨拉这边闭关的吗？你还记得吧？阿松他曾经有说过，当他在阅读这个般若经的时候，他会搭配着广论来去阅读道彼岸的教典，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一开始我们在学大论点的时候，虽然因属因是因非等的这种辩论因成的辩论是很重要的，但是广论的学习也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我们看到解释的时候不现观专论的解释的时候虽然针对现观专论做逐字的解说，但是有时候会加进广论的这个教授，这个加进广论的教授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学习大论点的同时，也要知道说内心的调伏的方式。那如果我们只学大论点忽略了内心的调伏的话，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内心太聪明了，我们的烦恼内心的烦恼太聪明了，而且它非常的狡猾。那因为非常的狡猾，所以必须要透过大教典才有办法把这只狡猾的狐狸给它揪出来，好好的治理才有办法。说不定你会觉得说我很顽固或什么等等，但是透过大论点的这些教理确实提供了非常深奥的这个内容来去对付我们内心的这只狡猾的狐狸。所以我一直跟外国人讲说学习道教典非常的重要，因为学习佛教是必须要透过绞尽我们的脑子来去学习，才有办法把这一只狡猾的烦恼狐狸给它彻底的整顿，才有办法调伏它调训它。所以学习非常重要，尤其对华人的法友们，你们平常会拿个红包跟我们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们在此有些华人吗？那你们这些中心也跟华人的这个信徒有关，有一些人喜欢红包又接受这阿弥陀佛的问候，因为阿弥陀佛本身也很简单嘛，这四个字又不难念，又可以拿到供养。那对修行并不重视，反而喜欢世间八法，这个的现象也是有的。所以对我们汉族的朋友们，
拿个红包来去念阿弥陀佛，就觉得说这是可以的哦，这才是我的弟子这是我的具有资格的弟子，你只要拿红包过来就行了。绝对不要这样讲哦，这是我对你们的批评哦，绝对不是说你们中国或者是华人的这些信众们拿个红包供养给西藏的喇嘛，西藏喇嘛就说可以，绝对不是的。无论是哪一方面做到上述的这种情况的话，都是不合法的，不相应于正法的。你们有自己的汉译的这些经典，你们好好的去学习嘛，无论是心经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以前印度将佛法传入汉地大约是在二三世纪的时候，我们西藏是在七八世纪的时候，所以汉传佛教早在藏传佛教三四百年前已经流传到汉地了，所以早已有汉译了。那所以你们根据以前早就翻完的这些汉译的经典，搭配着西藏的这些注释来去学习的话，绝对会很不错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希望你们能够好的去学习，绞尽脑汁的来去学习。纳兰陀寺的这个学习的精神是要绞尽脑汁来去学习的，那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谨记着。所以我为了好的这个兆头，我想先传授四量论的这个口授以及极量论的这个口授。一开始先从极量论，在此一开始念了这个又写了陈大菩萨的一个简略的自传。我不敢确定我有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口传，但是没关系，念下来就可以念下去吧。哦，这是四量论，我搞乱了。现在我们先看极量论。
通常我们讲到圣意寺的时候，有两种的说法。一个是据舍论所说的圣意寺，那一个是大乘结论所说的圣意寺，有两种的说法。也可以这么解读吧，说到了法务的这个寺院，或者是可以学习或者宣说法无我的论述的这个寺院，称为叫圣意寺。那只说人无我不说法无我的这个寺院，就不是圣意寺，也可以这么说吗？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那时候正在争论的时候，都是将自己的教法作为赌注而来去辩论的，甚至非常的严肃。这里说到了，快要犯下了就是菩提心的根本罪，这些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修行呢。因为那时候陈那菩萨差一点舍弃了菩提心，想说只要自己获得解脱就好了，所以将石碑往上丢，那石碑没有往下掉，差一点舍弃愿心。于是看到文殊菩萨拿着石碑，尊者刚刚念诵大师的这个自传呢，大师是从毗婆沙中的独子派的一门大师坐前，获得具足戒。那大师在求学的时候，大师的老师说到了有一种不可言语的我，于是大师在寻找这种不可言语、不可形容的我于何处的时候，在四方点的这个油灯，正在观察这个我在哪里。于是大师观察许久之后，就跟自己的上司讲说，这种我根本不存在啊。于是大师的老师说，你不适合在我的教法里面呢，因为你对我的教法产生怀疑，于是将其逐出。
那大师事后在石碑上写了《吉量论》的这个寄送文，敬礼定量玉立身，大师善事救护者，未成量故，从自论及诸善说会为一。那大师之后呢，就是非常满足的，并没有说在一个定居的地方为就是收集了许多的子弟和舒适的生活，并没有这样子的。在Russia 的地方有一个圣乐金刚的这个岩洞，是一个圣地，它是在此圆寂的。那于是他是写下这个石碑之后，大地摇动。那时候有位外道以神通力观察为核之后，趁大师去取石的时候呢，将石碑抹灭。那大师如此的这个石碑所刻下的这个文字呢，被抹灭了三次。那之后做辩论。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念诵《吉量论》的正文。以印度文来讲的话 ，Brahmana Samuchaya， Brahmana 是量的意思 ，Samuchaya 是极的意思。以藏文来讲的话呢，正说。正说量学，尊者现在正在念诵的这个吉量论里面是有包括了小字，那大字呢就是吉量论的本文，所以尊者是念这个小字大字一起念诵。那这个小字的这个注释的部分并没有翻成中文。为了能够帮助众生，佛法就是实事求是的一个教义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所看到的事物所呈现的和事物所存在的，时常背道而驰。这个是现在科学家也证实了。科学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物质发展的非常的快。科学最主要是对外在的物质发展作为主要议题的缘故，所以科学会随着物质同时间发展。但是慢慢他们觉得说物质发展那个程度之后，心灵的价值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正在探索内心的世界了。所以如果有一些的事物所呈现和它所存在的性质是不吻合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只相信事物的呈现而已了，而是要撇开事物的呈现为何，来去寻找事物的存在为何，事物是怎么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按照事物的呈现来去认定这个就是事物的存在的话，以英文来讲的话，这不是 realistic， 这是 不符合实际的，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无论任何一个事物，它都有不同的角度来去观待，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从全面性的善或全面性的好、全面性的坏。哪怕有一件事物，它有许多的坏处，可是我们就会从单面的好，会去认定为是一件好的事物，所以最终，自己被骗的这种现象到处都有啊。所以缘起见虽然是来自于佛教的教义，可是缘起见确实可以用在世界所有的这个专业领域。因为如果有了缘起见的话，像是环保专业来讲的话，无论是外在的这个世界，或者是内在的外在的气世界或内在的情世间，哪怕是一棵树来讲的话，它如何依赖着它的枝分或者它的树叶等，因为以这个缘起的这个全面性的宏观，所以我们就不会单一的去抓住一个元素了，因为它跟其他的因果是环环相扣的。像是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1956年5758就在那时候看几量论的，还有四量论的，所以因为看了四量论之后，所以我无论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不会马上的去相信，我都会反问自己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会直接的给自己问题。那有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研究，我想要去观察。那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说，真的是环环相扣的这种因果的真相就会浮现出来。所以无论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依赖着过去现在等众多的因缘，那尽可能的让自己知道这个真相，那才有更全面性的宏观来去看待这件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才会更有效率的来去取舍啊。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呢，这个叫做真正的实事求是了。在这世界上有70多亿人口，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想要离乐得苦的，可是却一直都想要离苦得乐。我们可以知道说，人为的这个灾难有多少？现在我们大家汇聚一堂，大家非常的愉悦。可是在这个同时间，在像叙利亚等的这些地方，有多少人死掉？我们同样都是人呢，不是很可怜吗？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同样都是人，但是我们同样都是人，但是我们没办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到他们在受伤啊，而且更何况是我们嘴巴里面又念着如母有情，一切有情，三千大千世界的其他的友情，我们只能祈愿的方式来去帮助他们，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友情，就是在这世界上的友情。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昆虫，我们只能为他们回向而已，没有办法直接帮助他们。真正有办法来去帮助的这世界的友情，就是人类了，这世界的70亿人口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交流，让他们知道离苦得乐之理。尤其是我们之后跟科学家进行了交流，我们发现了人类的本性是慈爱的本性。我听到这么一句话的时候，那我们在宝性论里面虽然有说到了许多的有佛性的理由等，但是透过科学家证实了之后，说到了人类的本性是慈爱的本性之后，我真的产生了极大的信心。如果人类的本性是慈爱的本性的话，那我们就有办法透过教育的方式去提升这个慈爱的本性了。如果人类的本性是属于烦恼的本性，
如果是嗔心的本性的话，那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人类的本性如果是慈爱的本性的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值得我们去珍惜。所以我们讲到了缘起，透过缘起的这个见解，就像我们现在西藏难民，在此有40000个难民在买收这里，有40000西藏人，不是40000吗？40000吗？哈，那跟其他的印度的省也是有关的。如果印度整体的经济变好的话，那这些人的经济也会好转；如果印度整体变坏的话，我们也会变坏。所以我们的好与坏不是说只有在当地的这个好与坏就能做决定的，是跟印度的整体有关的。那印度跟亚洲有关的，那亚洲的好与坏跟其他的地球的其他州有关的，这是事实啊。所以我们只想到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的话，这个并不符合实际啊，并不现实啊。所以缘起见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而且非常深广的。无论你是不是佛教徒，有没有佛教的信仰，但是为了能够了解真相，这个正见、缘起见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记得。为什么讲到这里呢？因为讲到了上阿毗达摩的缘故，上部阿毗达摩的缘故。现在正在念释量论的礼赞文，还有礼赞文的解释。再次说到了巨量师父，那如实的、如法的说出了，所舍和索取。所以敬礼定量玉立身大师善士救护者，为成量故，在此参妈就把定量礼。这边是讲敬礼定量玉立身，但是有另外一个版本是敬礼成量玉立身。那如果讲成量的话，参曼珠巴藏文叫成量嘛，如果讲成量的话呢，这是对的，因为讲到了这个巨量师父并非是原本就是巨量师父，他是由因缘聚合之后慢慢的转为成为巨量师父的，所以礼敬或敬礼成量玉立身。所以透过这个层次，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透过凡夫的努力，慢慢的将凡夫的心转成一切片执之心。那这个转成的资粮是什么呢？因缘是什么呢？因为所知障会去障碍我们的心转为一切片执的缘故。我现在讲的这颗心并非是中观里面所说的这种最深奥的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转成的这个意思是中观最深奥的，是中观最深奥的这个是，而不是微识以下或者是自序以下的是。我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的不共究竟意趣，以及他的心子提婆，还有月称，以及齐天他们所阐述的这个论述，真的他们的论述呢值得经得起考验。反复的思维会让我们逐渐的升起信心，而且信心会增强，而且不知理由上说服自己，如果透过串习的话呢，会让内心产生感受的。
디디 임주선에 디디 저부터 어 다다게 음업은 숨다는 시작이 있나? 所以我现在以这种中观的这个角度来去讲的话呢，为了使空正见转为所知障的对治力，空正见转为所知障对治力，必须要产生必须要有菩提心为后盾，而来去辅助这个空正见。所以再次说到了静理定量欲力身，所以欲力身。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圆满的意利益、圆满的意乐，欲力生的这种动机，然后去辅助。那因为要产生这种的动机的缘故，如同之前所引用的，佛说最莫能习题，佛说无能取众苦等。所谓的痛苦和快乐，也是来自于因缘的。那这个因缘虽然多多少少会跟外在的因缘有关，但是最主要是来自于内心有没有调伏的因缘而产生的。那调伏内心的最好的方式，如同治百病的良药药王，像菩提心来讲的话，是最好的。所以个别烦恼来讲的话，它有它个别的对治理，像是慈心的对治理为。称心的对治理为慈心，贪爱的对治理为不净观等。但是，真正的，让所有的烦恼，从根本来去获得对治的话呢，只有真实执着，的这个正对治，无我的正见才有办法。但是在中论第23品里面有说到了观贪等，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搭配18品，业烦恼灭故，业烦恼非实，入空悉轮灭。所以我们这里面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贪嗔是由非理作业所产生，那非理作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看到镜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是从尽自己的力量呈现，让我们看到的，这是事物的呈现方式。那我们相信了事物的呈现方式为事物的存在方式，所以产生了非理作用。那这个论述也被科学家所证实了。他不是佛教徒，他也没有宗教信仰。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听到，他现在已经90岁的老人了，他说到了。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会对生气的这个对象会看到非常讨厌的一个现象吗？那他因为长时间在治疗这些病人，尤其有忧郁症的这些的患者来去做实验，同时也去做治疗，也帮助他们，也在编研究累积经验等。所以他说到了90%以上的这种讨厌的看法，其实是内心投射出来的一种幻象而已。这个跟我们经典里面所说的业烦恼非实，由非实的这个非理作意所产生的说法是一样的。宗大师在毗婆舍那的后面也说到了如何观修正见，还有正理海里面有说到这方面的内容，这个我们要反复的去思维。所以我们现在是透过暂时的压服的方式，这是唯一的途径，但是如果能够的话，最好透过连根拔除的方式来去对治烦恼。所以只要所知障存在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圆满自利和圆满他利的。所以无论是菩萨也好，或者是佛子也好，最主要他们在观想空性的时候，是为了断除所知障而来去观想空性的。所以因为有了菩提心为后盾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缘一个有情众生所累积的善业，和缘一切有情众生所累积的善业，哪怕所行的善业是一样的，
就是善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因为动机的不同，所缘的不同，目标的不同，所累积的福报资粮是是有极大的差异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菩萨们需要诸相居士的空正见的观修，为了能够使他的空正见转为所知障对对智力的缘故。所以再次说到了净离成量欲立身，所以为了能够使自己断除所知障来去圆满自他恶力的缘故，所以礼敬这个转为巨量师父的这个大师。那这个巨量师父的大师是欲立身的巨量师父的大师。那这个大师具有智慧还有悲心的这个究竟悲心的大师，真的就是我们的救护者了，这值得我们去皈依的。所以我刚刚所说的，在念诵这个本尊瑜伽的时候，或者是念诵皈依的时候，我们反复的思维和这两句话的内容，内心会有感触的。再加上了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去谈大圣主怜悯受持法，悉断一切见，我今悉受礼的这个寄送文，其实内容也是如此。而且搭配着庄大师的这个缘起赞的著作，那时候就会真正的升起名副其实的皈依量了。否则光是庄大师所著作广论的皈依皈依里面有说到了深功德与功德，我觉得这个深功德与功德的论述对心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办法产生极大的感受，但是这些大教典所引用的这个理由却是可以直接的让心获得感触。反复的去思维这些理由的时候，会重新由衷的发起非常强烈的信心。所以你们学辩论的人，你们也要这样去想，虽然我们念的是本尊瑜伽的这种自胜于鬼，但是真正改变我们内心的最好的工具就是这些大教典，会让我们感受到修法的甘味啊。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了乃至直至菩提我皈的这个我字的时候，同样的在念诵自胜于鬼的时候，会念到一刹那间我会说到一个我字，意思是一样的。以咒称来讲的话，有说到了三种我吗？初分的我、共我、不共我。所以同样由此而说到了施舍处的这个心气啊，也有三种不同。初分的我收摄的时候，那初分的这个施舍处也跟着没有了，因为去寻找假意，寻找施舍处的时候，寻找施舍意的时候是找不到了。这是为什么说到 Om Sumbho Shuddha Sawadama Sumbho Shuddha Ham， 要说到了人物和法物。之后在念 Om Shunya Da Kanda Benza Sumbho Emma Go Ham 的时候呢，又说到了了解空性的这一个事。因为这是跟咒称的不共义有关的缘故，所以在摄龙摄的这个次第当中，那再次说到了伽那，最主要指的是这个光明。修尼亚达讲到了空性镜上的光明，伽那呢是了解光明的这个智慧，就可以这么思维，是可以这么思维的。所以在念诵咒称的这个仪轨文的时候，如果这么思维的话，才是真正的相应于咒称，否则的话只是想说自己成为一个很庄严的本尊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罗拉主片雷吉多杰曾经说到了，没有菩提心的话没有菩提心只念诵咒语的话，可能会身为魔呢。
人类这个长得不啦，伢人老板嘞，吃不怕。你们是每一辈每一个帮辈，每一个小伙子，不把这个长得不啦，伢人没老板嘞，讲，你吃不着怕不过。现在比如说你，台湾是跨完了这个团结呢，叫把你做，在这个元旦干了，等把老特别长才难死。上街不人路就惨嘛。现在念大师、善事救护者，还有及其住持。现在正在念未成量故从自论，以及及其住持。刚刚念完了及诸善说会为一，还有及其住持。那吉良论的部分就先念到这里。那正说的部分呢，就是限于比视量、二相四说量。量可以分二相、自相和共相。那我们先念到这里好了，二相四所量。接下来看四量论。首先，我们先看四量论的本文。印度文或梵文曰 Brahmana Pratika Pratika Karika， 西藏话 Samanamja Chik Leu Cheba。 那接下来是礼赞文，敬礼于具足，除灭分别网，甚深广大深，遍放普贤光。所以在此做礼赞文，具足正圆满和灭圆满，以及事业圆满。灭分别网，所以在此说到的灭分灭功德。这些的所灭分别，透过对治力产生，断除了一切习气，那已获得了甚深广大身、法身、报身、化身。如是的这个灭证的功德，圆满灭证功德的这个，从智慧法身，随着众生的根器所现出的，无论是直接可以让众生看到的化身，或者让也清净的众生可以看到的报身，皆放普贤光，在此礼敬具足这个灭证功德的四生功德的果位，具有四生功德果位。于是呢，是照论誓言。第二句，众生多住庸俗论，尤其无有般若力，非但不求诸善说，反由嫉妒其称慧。所以在此直接说到了听者的过患，但是实际上间接的来去说到提醒自己的功德。昆仑拉玛仁波切说到了，在梵文的里面，这个昆德拉摩却说到了，永久的那达拉的你先了偏把音写三八梅，不应该念三八梅，这不是梵文的原因，梵文的原因是三八梅那行，所以翻成中文的话说的，故我无意为此论，不应该这样讲的是说，虽我无意为此论的话可能会比较好，这是梵文的原意。那这是本文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搭配着这个注释来去念诵的话。
这个现在的工作是现在他前置了拍完了修复那么现在那么就在这个楼上现在扎菜米折地军热的鸡刚刚擦的菜突然坑里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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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是个学习差不多擦的菜找他到了拍的毛驴拍的毛驴不是没年纪吗我年纪这些也不是什么菜吃这些都像从看到路刚刚其实这是白话文并不是九言绝句的但是我怎么把它念成像九言绝句诗他的这个老他的潘德摩六个青年就不那么样的我做个商业的第一点把他派进国外老板妈妈他们是差的钱的进入个就像那么年轻一点国内就被切入那边超级浪前面登去突破盲度才行你个人的呀我找了一下找了一下汽车大概在超级的距离什么功能的什么的是什么这些盲目的但是估计没得不行如果龙的嘛要插锁的他给送什么的超过这边第二呢这些盲度成为超多对吧你这边子有的一个大些东西你他也说说那么差怕是过往当年你提醒东西那件都这龙给那个基本什么被确实差不了空价格的经营好像就觉得这么了这么了呀这么了呀现在算是这块了什么心理的这马来亚这个地方在哪里人不见你知道在哪里吗可以达米纳杜，达米纳杜的。啊，在搬达米纳杜里面的。达米纳杜，哦，不是，啊，这不是，这马来西亚啥啥，长期历史都不错，出名的呢，那是新都是。现在正在念诵法称大师的自传，简略的自传。讲不正确。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对手工日系呢南北三级松嘎的结尾两百块的新都台型让给我们的捐献的写的南北给你从小虽然是婆罗门教徒但是后来听到了佛教的教义之后非常的欢喜于是决定放弃婆罗门教的信仰学习佛教于是获得了具足戒而来去学习三藏的内容不止学习以外并且精通了三藏的内容这个这么几个人呢生都从外面的主席准备为呢准备不担心当晚的就这个主席而且依赖着马哈什法拉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叫做梵天慧大师也就是梵天慧大师是陈大大师的心子之一那由此听闻极量论三次最终精通极量论的内容而且为了学习为了辩论为了跟外道辩论能够从外道的这个辩论当中获得胜利所以首先必须要知道对方的立中为何所以拜外道的这个庄为拜外道的这个弟子庄作为拜外道的这个弟子那从这个外道当中学习外道的最终立场那了解彻底的通达外道的立场为何之后与此外道的导师辩论最终将此导师及其弟子转为皈依佛门的弟子三个阿僧阳是生活习习那么三个国的最被执政从我们那人的
现在正在念桑卡阿萨亚的外道导师跟法身菩萨之间的一个辩论，那如何他们到了印度的中部以国王为佐证下来去进行辩论的这个过去的历史。那这位导师他因为跟法身大师辩论之后他失败的缘故，所以他自杀而死亡，之后再次的转为人道，而且比以前比他的前世更有智慧，所以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法身产生辩论，那之后又没有再成功，又失败一次，后来再次的转为人道，再次投身为更聪明的，比他前世更聪明的这个辩论家，再跟法身辩论。于是再次的失败，那最终在第三次的时候呢，才皈依佛门。在法身菩萨在世的时候，国王曾经有对法身菩萨写了这么一个礼赞文，只要教法在的话，法身的说法的太阳就在，只要法身的太阳不在的话，佛法就不会存在。在嘎林嘎的这个大昭寺里面传授教法，而且下了7天的花雨，到目前为止当地的人民都有这方面的传说。现在自传的部分念完了，现在正在念这个四量论的本文还有及其注释。那本文的部分呢，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藏文的这个书里面，它是以大字来去写下来的，那其他注释的部分是以小字，那法王在念的时候是一起念的。补充的话，刚刚在念《吉量论》的时候，这个礼赞文我就不用多做补充，因为你们看这个文字，你们大概也会理解。那如果是讲到正说的话，刚刚是讲到现于彼世量，而相是所量，就说到了现世和彼度两者。那现世和彼度的差别呢，在此根据这个寄送文的词义来讲的话，针对二相、二境而来去说二量的，
由现世的所缘最主要是以自相为主，彼度的所缘最主要是以共相为主，所以而说到了这个偈颂文。那现在在这个适量论的一个礼赞文或者是赵论的释言来讲的话，因为词义还算可以直接的了解，所以我这边就不多做补充。那我觉得有重要的这个词句的话，我再多做补充和解释，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听法王讲的轮，就以轮为主了。众生多住庸俗论，像现在外在的物质条件非常的五花八门，所以导致我们散乱不想要去改变内心。那很多人是连内心需要调伏都还不知道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内心需要调伏，可是我们却随着散乱而不去调伏内心，这个叫做庸俗。所以众生多执着庸俗，那因为没有般若，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所以呢，不会去求善说。在此念诵中法遍彼分别，是因彼为山，不生无不生定故，是因为所余及其注释。那中法彼分辨是因彼为三，就说到了正因的三项了。中法同品片一品片这三者是正因。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念到这边。那定量论还有理地论我就先不讲了。这里地论我就先不讲，那先这样好了。现在3点钟。哦，一下就没了，随便讲讲，马上就时间就就没了，也不累。有啊，对对对对。补充的话，刚刚的注释是由 Kenram Che Gungawang Chu 萨迦派的大师所著作的。三多因众魔，众业见家多因缘。
这身边做那么伟大，你当当魔亲，当魔亲，不需要唱。叔叔叔叔嘛，老许。我们用念的方式就是。那年过年，年年年走啊，把门把脚解开，想要上大学嘛，就念念那年的事。得到一切都要见着穿衣服之间也就那天居住得到落落进度面前我给就三宝马的光突破出去当面干部如同我一切做你的主天天都把他做点别的用作一点有点我就看你就做都得那边我多么真的天落一切路边天天结果都结得感觉一定有点发觉家境可以路边天空都做梦真的去接点去所以你的我能让这些感觉一定有点发觉我说你莫忘记路空地结果我觉得天平困上对面加上这边感觉一定有点发觉天路当然也见真命女用作当面中啊的要为主你立我当面路感觉一定有点不行天路尊敬对面要为我当不及不生的脸脸他就对对看到我自己人感觉一定有点不行大学麻烦喜欢都结束请来就那感觉那边出面听着告诉面中我感觉家庭有点不绝困在秋国天界身边当身边住着秋国我不能那些困在公家上家庭感觉家庭有点不绝心目人家懂我瞬间的家族准备都在用尽他的不得这件撒娇我感觉家庭有点不绝送我你就三毛七天也就乱这不娘的节奏我就我就给就当别处感觉家庭有点不绝三毛五面大大年的月三千多节特别人间三岁别也落在家月的感觉家庭有点不绝天路送来绝绝喜悦的用作蓝天我问过天我对娘子里面路上就感觉家庭有点不绝对于现在写出民族民其他写出对结果论弄多可怕不觉路上也感觉家庭有点不绝不能一起面感谢能觉得对觉心的其他事情懂爱从这面就对面就感觉家庭有点不绝天地小的土地金土那天宝可罗孙杰君王天来天边几乎撒天下之面家庭有点不绝七天混沌马出木业当独坐三者名扬名彰一切长天怒绝也自明太高家族社会建军大将天天用作天边狼家界神界三摩大法土上昆地几度尊宝也差于天地撒来女地南界他尊居别生界解脱安家界也无安全吧寻找明显的路灭法当一切对别捉给救人大吉绿道龙之解我能满暖地别救助救我天大昆地渡过刚解末地昆大了永作民不如大逆同对天道母解末昆将地给别来救吧梦断地作明年捉解我贪解上救蓝解给你多乃西西南关涅佛当主月东关涅佛地地大家涅天我当就把偏解解佛涅地如来说多年年节送多久别喇嘛切切撒地当解解救刹那别莫定定要做我的作解释论如来说莫拉罗贝尼贝特莫罗古贝那就是接触面的上就黑贝就莫马的吧就是黑贝的去